好消息，蔡台州医师的肌优骨AI 课程正式上线。日常生活中，许多人用药物手术来解决骨科问题，但你有没有想过，还可以唤醒身体的治愈力，来根治骨科的疾病呢？大家好，我是蔡台州医师，欢迎加入肌优骨 AI 课程。将近30年的临床经验，我看到患者在药物手术后获得短暂的舒适，一旦出现后遗症，患者将痛不欲生。因此，我融合最新的 AI 技术，设计一系列简单的动作来唤醒身体的自愈力。全民健保的骨科诊治以药物手术为主，可以短暂的缓解症状，但很难根治疾病。在这8小时课程中，我们将深入探讨骨关节的基本解剖、生理及临床病理，并借助 AI 技术指导您完成每个动作，达到最佳的效果，让全民健保升级成为您的全身保健。记得在台大开刀房，王教授说，我们骨科是修理业，在这里我们将以浅显易懂的故事，如同修理业的导游，带您认识自己的关节，厘清关于骨质疏松、肌少症、五十肩、拇指外翻等常见的问题，让我提醒您避免错误的动作，强化正确的姿势。无论您是要解决肌肉酸痛，或者追求更高的生活品质，这就是简单易行、实用有效的肌优骨 AI 课程。我是阿寿医师，让我们一起唤醒身体的治愈力，酸痛不见，全民保健，我们课程见。